十月十日，闵行来政变武装再次空袭吴占市区域木邦县。凌晨2:40，战机向木邦县城外约3公里处的木邦区邦洛乡满切村投下2枚航弹，当地2户民房被炸，5名平民受伤。空袭发生后，木邦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。在空袭现场，2户遭到轰炸的民房建筑近乎全部损毁，其中1户院内稻谷、大蒜等农作物杂乱地散落一地，家中的1辆汽车也被炸弹的冲击波击损。从7月份开始，由于在腊戌战场频繁失利，闵行来政变武装开始派出战机不断轰炸第一特区首府老街、木邦县等吴占市区域。在腊戌战事平息后，闵行来政变武装又针对腊戌市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性轰炸，同时木邦县仍不时遭到轰炸。截至目前，闵行来政变武装至少对木邦县实施了12次轰炸，已造成当地平民16死27伤。